一所大學能夠培育一代又一代出色的畢業生，貢獻社會，除了有賴一班專業教師用心教學之外，背後默默支持為教師為學生打點一切的同僚亦都功不可沒。自從2001年起，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員工優異服務獎，表揚一些表現傑出的同事，提倡校內優良正面的工作文化。計劃推行至今，已經有超過80位同事獲獎。現在就等我們認識一下幾位在教師背後擔當支援重任的同事。他很锡学生，冚唪嘢都以学生咧为一个嘅出发点。护士呢样嘢真系一个专业，佢需要佢哋需要认知、需要学识嘅嘢真系太多。咁除咗话翻学啊、学嘅理论之外咧，佢哋仲要花好多好多时间去实习，面对病人啊咁样。对于啲佢哋嗰个年纪嘅后生仔女嚟讲啊，系一件唔系容易嘅事嚟嘅。我哋咧有一个学生咧，佢屋企遇到一啲经济上嘅困难，咁咧就连食饭都冇钱，晏昼咁于是 Grace 就利用咗好多时间咧，去寻找所有嘅途径咧，点可以帮到呢个学生？咁卒之，我哋好开心，个学生攞咗总共四个 scholarship。虽然我冇份参与教佢哋，咁但系我觉得我哋系一 team 嘅人，大家负责唔同嘅工作岗位，其实都系完成一个任务，就系教育佢哋出嚟做一个好嘅护士。最開心的時候就看到一班一班的同學畢業，因為我們除了教育這個學生之外，我們也都為社會做了一些事。以人為本，因為很多事做 coordination 的工作是需要接觸不同類型的人的，即係包括先生啊、其他部門嘅人啊、我自己嘅同事，同埋甚至外界嘅各方面嘅人，做好 coordination 嘅工作就係對人嗰度嗰個溝通嗰個能力要好高咯。有陣時我淨係匿埋我自己 office 嗰度咧，閂埋門唔聽電話，因為我係真係即係做緊我自己嘅教學同埋研究工作，真係唔想即係聽任何行政嘅工作。咁啊 ，Grace 真係我個耐性好好，好多同學咧其實都知道咧，如果咧。找有啲咩課程上面需要幫忙嘅咧，即係揾我咧，又唔係最好嘅，因為揾緊我之後咧，我應承咗之後咧，一轉頭咧，我可能唔記得咗。啊，揾阿 Grace 嘅話咧，佢就阿 Grace 一定記得。Yeah! 咁咪自由度好大嘅呢度裏面，好多嘢可以試咯。開頭都唔識㗎，咁啊慢慢試下試下嘅時候咧，又識咗，又覺得好開心咁樣，又咁咪佢又可以幫到人咯。佢就算幾忙咧，佢都會擺低手頭上嘅嘢咧，就好快咧就會嚟幫我哋。咁佢通常咧就話驚我哋冇電腦用啦，咁即係好多時咧放工之後咧都會見到佢咧喺呢個走廊啊，喺 office 裏面咧係做緊嘢咁樣。揾佢做嘢咧固然效率好高，總要令到你滿意。但是其實最重要都是他為人設想，笑臉迎人。在幫人的過程裏面，我看到那個反應，他們覺得好嘢，唔該曬，咁我好好開心的時候，那個是我一個很大的獎賞，我覺得係。我想最主要就是同事很好咯，跟大家咧係同一條心去幫個 department 咯。即係唔會話淨係你話為份工咁就去做嘢咯，咁即係有啲真係放個心落去咧，即係好似個個人都好似為咗部門好咁樣去做咯。Celia 係一個好開朗嘅同事嚟嘅，咁尤其是咧佢係好關心同事嘅。咁譬如咧有一個同事咧佢係退咗休，咁但係佢亦都耐唔耐咧係打電話問下佢啊咁，咁令到個同事都好感動。咁另一個片段咧，我記得咧就係我哋早前咧就有位同事因為癌病過身，咁佢有啲小朋友嘅。小朋友和媽咪最後就移居了加拿大定居。在這麼多年裏面，Celia 都會逢親聖誕節都發起一個募捐，叫我同事夾錢買一些禮物寄過去給小朋友。你看到Celia 是一個很念舊的同事。我會覺得 是需要是關心人咯，即雖然可能你自己覺得沒什麼，但是我會覺得是當有人有需要的時候，你說一句說話其實已經可以很鼓勵到別人。
論佢係喺老師方面啦、同學方面啦、研究生啦、本科生啦，所有嘅人咧都對佢評價好好嘅。其實佢做嘅嘢係已經係同喺個本分以外好多嘅。優質嘅校園服務啊，我可以用三個心嚟到形容咯。第一個心咧就係將心比心咯。咁如果我係代入咗個角色度睇，咁可能我會做得比較細心啲。第二個心咧就係放心咯。我會覺得因為我咧就比較做嘢比較有責任感啦，同埋比較積極啲嘅。咁佢交代俾我做嘅嘢，佢就會好放心咯。第三個心咧就開心咯。咁咧，我希望咧用翻我積極嘅態度啦，可以服務我嘅服務對象，咁變咗咧佢哋得到滿意嘅效果咧，咁咧佢哋就最開心咯。安全。個車速係平穩，係千祈唔好有西，唔好耷，唔好錯，去到目的地。佢有啲同事咧，就係譬如去機場唔記得帶證件咧，咁明哥真係可以想盡辦法，甚至係幫你車翻屋企，即刻去趕時間嚟攞翻證件。明哥就要幫你趕時間，但係又要注重個安全，咁呢個平衡要攞得真係好準確。觀察、預期、計劃、行動呢八個字咧，就係即係揸咗三十幾年車，最主要就係即係每日都係記住喺個心嗰度啦。喺呢十幾年，大家都建立咗一份深厚嘅感情嘅。咁啊，甚至到院長啊，又係有陣時啊，請我去食下雲吞麵啊咁樣。Hello， 早晨。希望咧繼續可以不但係同事，以後咧我哋更加繼續係朋友。